一位队员画出题目后，去找民众猜答案。这个要三对二，真的很不容易耶。哇，笔都很难啊，他的画风很特别耶。哎，这是已经第二个字了。对，你画不错哎，优秀优秀，好强啊！哦，一笔画，哦。我要怎么画？想一下。每周日晚间八点，饥饿游戏。